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很多年前公司花大价钱购入了一栋别墅，我们过去住几天。凤凰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去冲凉啊！别墨迹。跟你说话。天师府邀请张楚岚和各派精英去参加天师竞选。谢界的天师是疯了吗？这如果是真的话，整个异人世界都会大变动的。来啊，打！废什么话？ 跟我打，你也配！张楚岚会金刚咒也就算了，他居然会雷法，可他的雷法更像老天师级的传道，怎么可能？张楚岚，王爷，你终于来了！少王爷，你的内劲非比寻常，这是你的天命。 也是你的责任。恭候其门，后继有人啦！张楚岚的价值远比你想象的要大，是我们用最小的代价拿下他最好的时机。你说的最小的代价指的是我吗？你们这公司效益也不行，没几个人。一般市值也就3000个亿吧。风少豪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爸，我叫风沙夜。 风小姐，咱俩加个微信。这是我女儿沙叶，可以试着追求一下吗？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家到天意吧？这是我的诚意，能不能感受得到吗？一点都感受不到。现在呢？喜欢吗？我还可以让你更熟。能不能安个脚啊？张楚岚昨晚被带到天下会去了。<笑> 我且走张楚岚，天下会是一个异人界，成员都是异人高手。您对我确实是特别好，可我还是顶不过去。你以为我这天下会，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？今天你要不打倒我，就别想走出天下会。 什么情况？跟你去脸啊！可是徐四说你要死了呀！让张楚岚这个门外人参加异人之下武大会，他担不起这份责任。假神之乱遗留太多祸事，张楚岚是其中关键。这帮家伙全都在打着气体源流的主意。那我就给你添把柴，真金不怕火炼。 我为这次大会做点实事，拿出点干货，我于心不安。看来这一趟龙虎山，我不得不去。只要如此。 咱们为什么跨过这痛苦？没有人会从我身边跑掉。咱们是自己过。这是什么？公安局。保安，记得牢啊！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大会？我身上的秘密都跟龙虎山有关。 所以我要夺得这次大赛冠军，我就可以见到老天师，问清楚我所有的秘密。原来你是为了见老天师啊！他就是老天师。武大王爷，拜见老天师。您看，我给您带谁来了？师爷，其实我们这次来了，是有问题想问你。和答案不在我这里啊！赢下比赛，你才能继承天师都，而你想知道的全部真相都在天师都里。能不能夺冠？ 心里没数。不要吧，没关系。这就是异人的世界吗？本次比赛集结了各路异人少年精英，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小有名气，有的初出茅庐，但都实力强大，拥有年轻人无限的力量和勇气。武侯后裔，诸葛青，龙虎山，张灵玉。第100届异人演武大会正式开始。
我们家村又出了一位能精通一武之术的天才呀！第一轮，四人一组，决出胜负，唯一胜者进入下一轮比赛，直到最后胜者产生。张灵玉，我之前以为他对别人也是这样，结果我发现他对别人都合一个色，为什么老针对我呀？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，王爷有点意思啊。 这就是武侯奇门。这三位选手人送外号“金卫小桃园”，出了名的刺头啊！哼，我倒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干我们仨的。王爷，怀疑这个大儿子，孙子倒是蛮端正的。当初不该让你一个人去找怀疑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的一身本领皆废。我要干翻！ 是这天下所有的强者，我要干翻的是这苍穹。